最近朴信惠为了巴黎时装周的行程现身仁川机场，前往法国巴黎。身着 GO logo 全套的他，黑色外套下也短发也盖不住肉肉的脸，莫名有古朴实的气息。按理来说，女星去时装周前都会很早就开始身材管理的。不过结合前几天秀智出席时装周的照片，再看看朴信惠卧槽，网友不禁发出感叹，果然韩国也过春节，这一看就是刚过完年的样子嘛。不过演过众多热播韩剧的朴信惠，易胖体质让她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就是有点肉乎乎的。不过这也不全然是坏事，无论是继承者还是匹诺曹里，她饰演的角色都偏向于家境贫寒的励志型女主，因而比起其他明艳类型的女演员，她身上这古朴实亲民的气质让她能够很快融入这类角色。她在演 Dr. S 时期也曾因为饱受引发过热议，那段时期朴信惠的魔鬼减肥法也一直被广大女性同胞偷偷收藏。不过比起这种瘦的脸颊都凹下去的状态，很多人表示还是更喜欢他嘟嘟脸的时候，你们更喜欢哪种模样的朴信惠呢？